现在我们演示一下触摸屏竖斜洛氏硬度计的一个简单操作。现在开机。这是菜单，前面显示语言选择，然后这是一个时间限制，后面就是一个通讯参数，了解一下。后面就是一个输出打印。然后呢，上面是一个显示硬度值和硬度，下面是一个转换标志，这是一个压头参数，金刚石压头和钢球压头，下面是一个试验力保持的时间，这是一个记录，就是每次测量的一个数据次数，最大值、最小值、平均值这些。这是一个上下限，这是一个灯光亮度，下面是一个打印件，数据输出，然后旁边数据删除。现在我们拿一个试块测一下，我们先给它一个初试验例，初试验例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加载。好，操作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四块的硬度。